我是彬彬的逮着车就改，兄弟们看到没有，我们又到了这个专业的赛车场。这一次冤种二号跟我们济南来的小姐姐 GTR 车主要进行一场02的娱乐 PK 赛。像我这种怜香惜玉的人，我怎么能让小姐姐输呢？来，两位车主，我很荣幸做这一次的裁判。那在之前呢，我给你们打打鸡血。 GTR 既然到了赛车场，那一定要认真面对。我以为她是女的，我就手上流血。哎，对，我就要你这个状态，只有你们这样子才能发现自己车子的不足，才能更花钱，不，才能更提升，战胜他。我告诉你，他的车一定比你快。那怎么办、啊？怎么办？你这千里迢迢要过来，我不能让你输啊！做点小手脚，所以你一定要尽全力，哪怕是波叉碎了，也得干赢他，这样子你才能消费啊！可以干他，不要怂。来，兄弟们，我们是好兄弟啊！我必须要保障你能赢，我们不能丢了男人的面。你车子之前有问题，我要出去给你试一下。记心里，记心里，交给我。放心，你好好调啊。谁能想到这么强悍的竞赛，一颗苹果起就能把它干不掉呢？我这种做法你们平时千万不要做啊，这仅限于本次娱乐赛使用而已，请勿模仿。好了，兄弟们，这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比赛就要开始了，来准备。输给人家女孩了，我检查了吗？检查了，不能，没压力啊，没啊，真的吗？开玩笑，我700多票干不过他，我以为你故意认输的呢。哎呀，都是大哥，不是不是，你我再出去，我再给你弄一下，我看到了。第一局我是帮到你了呀，跑那么大老远过来你们还欺负我。没事儿，斌哥在，不会让他欺负了你的。然后给你换台车，来把车开过来。